你家还在这样洗碗吗？这是日本人洗碗都在用的超声波涡轮机，把要洗的脏碗和筷子放进去，再倒点洗洁精，打开开关就能自动工作，智能清洗，这样来回几遍就洗干净了。平时用来洗袜子、洗衣服也很方便。超声波涡轮清洗，什么地方都能用得上。